因为我们等一下看的这一场的话是售票，是两厅院的。像你们大概的时候，我们会先休息一下，用一个摸那个摸那个。我们现在场中间那个走到，我们先好。那我们留在那个原片很。嗯。这是什么跳？然后他们脚接触地板。他有很轻的，对，他其实不会那么有的多，有的少，然后这样子拼贴起来。非常厉害的是，那个舞台是一边在转，那你就知道它有一层一层，那很薄很薄，哦，一条一条这样子。因为我们看的时候，还是有一段一段截取某一段。其实它的纹路是左，它是这个方向吧？有，对对对对。它每一条都长得不一样啊。对啊，单条的，然后有一些，因为它这真的很难，因为它需要平衡，因为有对。浙江杭州音乐院，等到大家耳朵有点不舒服吗？都不会，会有点点听起来有点。会呢，我的技术总监啊，那我再提醒大家一件事。好，那待会把耳机拔掉之后。